彭阳厂等了三年，终于盼来一个懂技术、肯干活、人品正的。这次合资谈判啊，能够签约成功，宋明辉同志功不可没呀。眼下集训刚成立，这外面来的山头肯定不会都跟你挑衅。我按照你的意思做了一些计划。他做假账，黑集体的钱。你们厂的农药毒死人了。